那我这一次呢，我又以为我被诈骗了。你知道我这两台原价50000多，他说多少你知道吗？12800，是不是听起来诈骗？他如果感受到空气品质下降，它是自动侦测开启加强。因为我们一般买这个东西就是怕什么？怕吵，对，没错。这个东西呢不会吵，而且它里头一个抗病毒细菌的骨架，基本上只要这个病毒细菌被吸入，就会被那个骨架去消灭。老板一定要看这一集，一定要看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嘛。又聚的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法帅，我是珍妮。没错，大家都觉得这个网红好赚哈。我们今天来聊聊网红这个生态，哎、欸，很奇怪哦，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网红好赚，好像业配啊就可以赚多钱。但你知道现在网红也会被诈骗？对啊。我上一集拍一集，就是有那个假厂商，找业配，对，然后骗人，还有假的那种卖衣服的厂商。骗那个小妹妹、如果想看的影片可以看我另外一支影片，里头有详细的说明。那我这一次呢，我又以为我被诈骗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厂商，他看到我们端影音，然后看到我们家的画面，他就看到我们家有这两台空气清新机，他就敲我说：“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法帅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是总公司，那我们想请你开团购，然后价格很优惠。你知道我这两台原价50000多，然后就是有那个线上连结有特惠价，大概买40000多块50000。”你知道他跟我说一个诈骗的金额，他说多少你知道吗？12800，是不是听起来诈骗？对啊，超骗，对不对？真的。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本来已经要拍片干掉那个厂商了、对。结果那个厂商就来函，他给我一个正式的说明，说真的不是诈骗，因为这个价格是真的，他给团购组 KOL 或网红，或者是帅哥的优惠连结价格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可怕，50000多块的东西被12800，而且是一次两台。因为在拍片之前，我就已经把连结丢给了几个好朋友，他们都说这个是诈骗吧，我确定这个是真的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受这个台湾威力这间公司呢，就是委托来开箱他们这两台。那我先讲一下，大家可能对这个品牌比较陌生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台湾威力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天花板循环扇的第一品牌，是台湾的厂商，然后它也是同时在台湾发明这个天花板循环扇的厂商，它这个天花板循环扇在很多厉害的地方都有，比如说高铁、机场，还有各大超商都会有这个台湾威力的这个天花板的循环扇，所以它对于这个空气品质的这个东西它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。我们先讲在这两台厉害的地方。所以第一口你要买空气清新机，你一定要知道说空气清新机是大台好还是小台好。那个要看你的评述啊！哇，你好聪明哦！哦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奇怪，对，要看评述。像这个大小啊，大概可以25平的评述，那这个大概5平的评述，所以这个就适合放在房间，房间里面，这个是适合放在外面。对，那其实现代人有非常多可以应用的空间，譬如说厨房。为什么说厨房呢？因为现在非常多人都是哪一种厨房？开放式厨房，对，开放式厨房，那个牛排煎一煎啊，油烟等等之类的。那为什么我觉得这台让我觉得很喜欢？是因为第一个，它如果感受到空气品质下降，它是自动侦测开启加强。你看哦，像它突然觉得 PM2.5 的浓度抬高，它就马上就是开始大抽风，有没有？就开始大抽风。假设你今天已经在睡觉了，它有光感应会知道说哦你要睡觉了，那它就会把这个马力调小，会比较安静。那因为台湾威力它做这个风扇这个已经做很久了，所以它对于这个风扇的这个调节跟技术啊非常的成熟，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吵。因为我们一般买这个东西就是怕什么？怕吵，对，没错，声音。这个东西呢不会吵。然后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开机密码很高级，触控式的。整个面板画面非常的齐全，它会显示 PM2.5 的状况、浓度等等之类的。假设你今天炒菜啊，突然大烟啊、大火啊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个功能很不错。急速情境，直接把马力开到最大，这个跟那个冷气机的强力运转一样。好，这个时候声音会比较大声一点，但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抽风的效果是最好的，这个过滤的状况啊，各方面效果会是最好的。我们再来看看睡眠的时候，它的声音到底会不会很大声好，睡眠的情况，它的灯光也会熄灭。好，我们来听一看哦。几乎是没有声音，我先把麦克风放附近。你看，你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，是不是？就我讲话的声音，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，非常的安静。你看这触控板，有没有很有高级感啊？像是 A Auto 模式，我把麦克风直接拿过来，你会发现几乎是没有声音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他现在认为可能比较脏的时候，他就开大一点，但是其实你听哦。其实几乎是没有什么声音，它可以自己调风力速度，好，有三段式的可以调整，
那也可以开 auto 用自动侦测的模式。它这个线如果亮红灯，就表示就是有脏东西来，它就会马上自己开始过滤。然后它有睡眠模式，超安静。然后那它的灯光也会把它熄灭。有时候人家很习惯很暗的睡嘛，才不影响到你。再来讲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它的这个滤网是 H3 等级的医疗级的滤网，所以可以过滤细菌的部分。因为这个很重要哈，因为很多人他买空气净化机的时候，他可能只在意价格。对，然后他可能没有在意他能够过滤的程度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是可以解决灰尘呢，还是可以解决细菌呢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再来这一台大台的，让我觉得非常惊奇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怎么？就是它非常的轻。轻。可是我不知道。你有觉得很重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你是搬箱子嘛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要忘记，我们平常在家的时候是这样移动。哦，对齁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它还是有应用场景的差别啦。对，所以应用场景差别就是说，譬如说你现在要在厨房煎牛排，它理论上就应该要就可以移过去，拖到厨房。如果有客人在客厅放屁，那你就要把这台移到客人旁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移来移去，你看多么丝滑，有没有感受？非常丝滑。好，再来讲一下这台小台的，这台小台的呢，也是非常厉害，因为这台小台它就是可以直接放在床头柜的大小，就可以直接就是做一个过滤，而且里头呢也是医疗级的过滤网。那我想问一下哦，你知道前阵子 COVID-19 很盛行的时候，大家身上都会带一个小小的那个，对对，就说这个可以阻挡病毒，挂一个在身上，对对对对，阻挡病毒。对，那像这两台的话，它是有这个功能。好，非常好。我就说了，这两台都是 H13 级的滤网，所以它全部都可以阻挡这个病毒。然后，而且非常厉害是这台虽然小台，对不对？它也是自动侦测，而且它里头一个抗病毒细菌的骨架，基本上只要这个病毒细菌被吸入，就会被那个骨架去消灭。你看，它只有小小的一台，但它却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。很惊人吧？这个东西呢，我特别推荐哈，谁适合买，你知道吗？家庭，家庭有猫狗的，有猫狗的。然后我觉得这台适合小朋友，小朋友如果有过敏，还有我跟你讲，老板一定要看这一集，一定要看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嘛，这一台是9900，这一台是39000，啊，加起来是不是大概50000块？可是，在我们的连结底下连结，只要12800，所以你12800把这两台买回去，变成大奖二奖来抽，可以。计划通，可以，尾牙的礼物，对，可以，就直接拿出来存起来了，直接存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一次真的是很有缘分，台湾瑞丽邀请我们来开箱这个，对，限时限量，卖完就没有了。我知道库存应该可能剩不到50台，所以点完连结就没有。拜托，我觉得各位老板好像我可以，可以，就因为这样子，我就买了蛮多台的，希望我员工不要看到。还有一个情境就是，如果假设啊，今天过年要回家，不知道带什么礼物回家，带一台这个回去，可以，也是超有面子，好不好？那希望这一集花钱好难频道呢，可以教大家如何快乐花钱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先讲哈，它是有1年的保固，然后原厂的这个服务不会中断，然后滤网也都直接买到，因为台湾威力这个大公司都很安全，大家不用担心。虽然它在这个空气净化机的这个知名度比较没那么高，但它真的是大公司。那大家对这个空气净化机呢有任何需求或者想法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想要购买的，我会把链接放在留言区，请各位朋友呢直接赶快买起来吧，赶快囤起来。我是真的法帅，我是珍妮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